大家好，今天来带大家参观 Darmstadt。 Darmstadt 又戏称 Gut City， 大肠城，因为 Darm 在德语里面有大肠的意思， Stadt 是城市的意思。 Darmstadt 是德国 Hessen 黑森州的科技城，连续几年被评为德国最具潜力的城市。在这里有众多的科研机构，比如像 ESA 欧洲宇航局的控制站，杰塞重离子研究中心，在此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中的十几种元素。那我们成工业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技术类大学之一，本地的医药化工巨头 Mac Group， 德国默克集团总部在 Darmstadt， 电信电话公司 Telekom 在德国的分支设在 Darmstadt。众多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大量的就职机会，城市整体失业率很低。 Darmstadt 风景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有带俄罗斯风格的路易维希教堂，包括霍尼塔的马蒂尔德高地艺术建筑群，建筑色彩丰富，外形不规则而闻名于世的 Weichbihalle 森林螺旋城，展品丰富的黑森州立博物馆。天气好的周末，大家会在市中心 Luisenplatz 晒太阳吃冰淇淋，在 Luisen Center 逛街购物，旁边有个亚超 Go Asia， 有空的话来 Hangarten 公园转转，这里就在达姆城工业大学旁边，有很多年轻人在里面，天气好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来这里烧烤野餐运动，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，非常富有生活气息。也可以去达姆的菊园走走，时间多的话可以去森林散散步。如果你们来过大长城 Darmstadt 的话，欢迎留言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